坐。我弟弟刚从国外回来，见个面认识一下。咱玩什么呀？哎呦，别有洞天呢，这是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嗨，我那活宝爸妈做出来的事儿，说出来都让人笑话。去个洗手间。哎，你以前打桥牌不玩这个的？玩腻了，换换口味。坐。坐呗。强哥，坐下来吧。哎，不，这我不行，不会玩。我这老眼昏花的，看不清楚牌了。一会儿我还得带着愣头皮布，还得走，还得找人去。找什么人啊？人都已经死得透透的了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，池少？尸体被扔在了垃圾场，千真万确，是内部的人带出来的消息。既然这样，强哥也没什么可急的，坐吧，打一把，我帮你看看。哎，柯小姐可是高手啊。这个我也听说过，听过。妹妹原来是高手啊！哎呦，妹子，你什么毛病啊你？冒昧的问一下，您是演员吗？看起来好面熟啊。我是甜心宝贝选美大赛的最上镜小姐，刚签约工作室。难怪呢，看起来这么面熟，您比电视上还好看。啊，我是南大的老师，我学生也都很喜欢您。我能跟您合张影吗？可以啊，别发微博啊。放心吧，我就给我学生看看。来。哇，真好看！哎，咱能加个微信吗？嗯，我传给你。这牌还打不打啊？这不就在等你吗？开始吧。牌技怎么样？玩两把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先送柯老师回去是吧？有一个学生过生日，就跟着一块儿出来了。哦，我今天感觉有点累，跟同事换了个班，怎么还没回家？用不用我去接你啊？不用了，玉泽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。
怎么，还想陪我再待一会儿？我可以走了吗？当然。方先生，可以走了吗？等一下。请我上去坐坐。如果你还要我继续把游戏玩下去，就给我留一条生路。我要是不留呢？何老师，就算是做兼职，也请你敬业一点。